当孙女回到爷爷奶奶家后，刚把孩子给爷爷带时，哎呦我的妈！当爷爷喂挑食的孙女吃饭时，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爸爸。我想这是吸引力的定律，找到你想对你说在一起，我和你。确定这就是爱吗？哎呦我天，我让你哄孩子睡觉，把自己给哄睡。老公咋的？咋的？做梦了？做耳梦了你？哎呦我的妈！出门前，爸爸和爷爷带时，就没成功过啦，用孩子下土炖黑热水呀，连做梦都有手中的花。哎呦我操，哎呦我操，当把孩子给爸爸和爷爷带时，老公孩子呢？爸孩子呢？你好，你说很高兴我能够遇见你，想要躲在你的旁边亲吻，可不可以？我瞬间激动到我不能自已，写一首十几岁定的情。当把孩子给爸爸和爷爷带时，